不过这个游戏挺有意思的，更是不许走。 请问知道玩家糯米小麻花在哪儿吗？你连小麻花本人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就陷进去了，万一人家是扣有大汉的是吧？请来了一个新的制作人，哎，他什么来头啊？据说是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，今天就要来搬入职了，叫什么来着？我看看。你好。 我来报道，第九事业部，顾寻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一朵含苞待放的小白花。谢谢啊。 抵着门多不安全呀，我也不着急，其实可以等下一趟的。顾寻，哎呦，停一下，停一下，哎呦，你可不可以，扶我一下呀，顾寻，哎呀，好重。你说这个月仙灵听乎挺正常一姑娘，怎么现在变这么遭罪呀？你说的小白花到底有没有用啊？为什么我完全做不到？ 是你没掌握关键，比如女人味儿。嗨，顾寻。那他从小到大有暗恋的女生吗？ 干嘛？关心我的感情生活呀？我宿舍要关门了，那个不好意思啊，我先走了，我要被阿姨骂死，下次再请你们吃。这个人不是人格分裂吗？ 和小麻花的照片是同一个位置，我们在同一个城市。你在江城？顾寻，难道他是校草？你不是离职了吗？ 入职啦，还是在江城？这会儿就是跟新同事聚餐呢。难道他是小麻花？会喝酒吗？瞧不起谁呢？千杯不倒，万杯不醉的好吗？你平时打游戏吗？还在开烟花呢，人太多了，挤不出去。 要是能跟顾寻一起看烟花就好了。小麻花，新年快乐。顾寻，新年快乐。